因为我觉得自己旅行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发生，然后你也可以什么艳遇？什么艳遇啊？啊，没有，这就是以前或现在都会搭讪，会有人来聊天啦。他说：“哦，你是哪里人啊？”或者怎么样？那你有给出电话过吗？就没有了，就是聊天的。他真的要了，你会给吗？那也要看。你喜不喜欢？就是对啊，相处 OK 的话，那 OK 啊。这三餐不一定要吃，还是其实没有那么一定要搞上。吃四餐，肚子饿的话，就是会比较心浮气躁一点，一定要吃东西才可以好好的展开旅程。那出去玩什么有没有特别重视哪一些细节？可能好旅伴吧，好心情。你是可以自独旅的？可以啊。之后可能都会蛮想这样做，因为我觉得自己旅行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发生。艳遇。然后你也可以。什么艳遇？什么艳遇啊？哦，没有，这就是哦，艳遇也是啊，艳遇也是。艳遇也是。搭讪过吗？就是以前或现在都被搭讪。会啊，会啊，会被搭讪，在日本也会啊。可能在路上逛逛走，跟他买咖啡，会有人来聊天啦。他说：“哦，你是哪里人啊？”或者怎么样？但是他们不认得你，还是在你被大家都认识之前？有些是不认得。那你有给出电话过吗？聊完之后有给吗？就没有了，就是聊天，就是哦，好，谢谢这样。他真的要了，你会给吗？真的要了吗？啊、那也要看，你喜不喜欢？就是对啊。哦，可以给，就是。所以如果相处 OK 的话，那 OK 啊。出门晚会就是把一整个行程排完的人吗？还是就是比较走随性啊？我是不会排行程啊，就随性风。是我旅伴哪一种让你觉得最不能接受的一些行为？是大地，哦，就是一定要规划行程的人，就是他说我一定要去什么什么什么，但我觉得如果他自己去 OK 啦，对，就是如果他要就是要跟大家讲说我们一定要一起去这个地方，我还是会去，但就是会想说，好累哦，可以睡久一点这样，我不会特别规划，就是我觉得。找饭店跟订行程，就是也不是订行程，就是找好吃的，这是我会想要做的事情。对，就是我如果肚子饿的话，就是会比较心浮气躁一点，所以我就是一定要吃，就是一定要吃东西才可以好好的展开旅程。这三餐不一定要吃，还是其实没有那么一定要搞上晚上。吃四餐，其实现在还是吗？就是。如果早上七点起床的话，可能算一下，可能要吃四餐。到宵夜吗？含宵夜的、啊。宵夜就是会看最近的状况怎么样。帮旅伴拍好照片的人，因为有些比较不擅长的工作室。我会帮忙拍，但不一定拍得好。对，好不好美不美观是很主观的。